Sim, sim. Calma, calma. Morning. Bye. 我们的第二天，天气好好哦。Never been the type for giving up. Complicated situations only make it worse, cause just get it started, it's not enough. I'll be around when you need me, promise there won't be no leaving. Even on my worst days, 2 a.m. my shift phase, tripping off something that you done, yeah. I would never listen, my work compass and run out on you. What's my 对，它不是甜的。我超爱这种油葱哦，有葱，然后还有姜的这种。这间店的卤肉饭跟干面是必点，如果平常吃腻了蛋饼豆浆或者是汉堡奶茶，来台中不妨试试看这另类的早餐哦。建议早点到，因为我们在用餐的时候不知不觉店里就塞满了饕客，这家我真的超推的啦。层之间的酱超多，这个抹茶它不是那种甜的抹茶，是那种略有苦味的抹茶。对对对对对，这种就是抹茶控会爱的抹茶。嗯，有在加吗？再往下一点。这是铁观音，这就比较偏甜一点点。吃饱后来到位于台中神冈区的猎犬不打猎，让我们一起来疗愈一波吧。疯狂的文青同学，没错，这里还可以带自己家的狗狗来同乐，入场费是150元，分时段入场，大家乖乖排队。店内还有提供小木屋住宿跟狗狗美容哦。干嘛？你干嘛？现场号位是41号。12:30到2:00是狗狗的午觉时间，看到他们在午休，记得不要去逗弄他们哦。现场还有贩卖狗狗零食。记得不要乱喂自己带的零食哦。他真的很乖，很优雅，超漂亮，很优雅，而且还会坐下。啊，很有气质。他都不会乱闹。你们怎么在这里？这里有两只哎。嗯，好可爱哟。有咖喱、泡面，然后还有一些简单的饮料，可以喂狗狗的蛋卷。
好可爱哦，是有形状的。他们用那个狗狗的形状。嗯，我要护食。一团混乱。被骂了。欺负他吗？你有没有欺负他吗？糯米来，糯米来。糯米在哪里？快点道歉，快点，快点，快点道歉。刚刚被欺负了。欺负他，欺负干啥？弄水狗，没事没事。你跟他道歉。他真的很害怕哎！看你啦，他被你吓成这样。你姐姐先吃东西。来，来，都没来。自餐吃。啊，没事没事哈。阿喜阿诺啊，我还没离开呢。我还没离开呢，马上都怕离他，他都是怕离他，人家你又要怕离他，不可以哦。跟黄金做最直接的互动是很多房客就是直接住在这边，这唯一的缺点是他没有卫浴，卫浴要走进去里面，但是那时候可以跟黄金相处的时间是很长的，尤其是一大早你会被他们的叫声一扣吵醒哦，先不要给他们，他们会比较有效果。看这里，今天来到又见一炊烟，我们刚停超久，听说这里很美，然后又东西很好吃，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这里提供的是无菜单料理，以海鲜为主，如果有不吃的菜色都可以跟服务人员讨论哦。牛舌披萨吃起来如何？牛舌很嫩，很好。中间是什么？花生米加。它下面是什么口感？就是什么？饼干。牛舌饼。牛舌饼，好像就类似这样，可是它比较厚，吃的出来里面芝麻香、芝麻油。